永和九言，岁在癸丑。暮春之初，会宜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葺是也。群贤毕至，上长贤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在左右。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作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声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及视听之余，信可乐也。